喽，姐妹们，今天网红男朋友给我寄了一箱好吃的，看一下啥？妈呀，什么玩意儿？一箱子，我说我要喝果茶，结果他给我送了一些百香果。我说我喜欢喝百香果果茶啊，我们来，今天小潮用这个杯子来做一个百香果饮料来了，姐妹们，这个满满的一杯百香果啊，尝一下。太好吃了。